其实还挺有那个岛国专家的那个范儿的，对，就稍微再收一点。其实家里面都是这个中年的一个朋友，如果你这个状态买东西的话，会把我们的妈妈上当。嗯，但是真的，他真是妈妈们可能会因为心疼啊，哎呦这孩子太不容易了，多买点吧，我买两组，所以他应该代言，他应该做那个回扛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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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嗓子容易，会卖的特别好，行，对，挺好，这个挺好，这个不完了，没有，我觉得他们演完之后，给你个赞，给你个赞，好，绕口令，哎，两个字都要说吗？都要说。不要把谁动啊！撒娇可还行？来吧，谁动？好，来，蓝教练。好。哈哈哈这镜头对手就不让你演，同行是冤家。对对。感谢大家，在我听完之前不要鼓掌。蓝教练是女教练，女教练是男教练，蓝教练不是男教练，女教练不是女教练。男是男，好，好，点赞。女篮是女篮主力，女教练在男篮训练，男教练在女篮训练女篮。谢谢。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嘛，用男教练，用教练。好，我来。对，就来 freestyle， 就 rap， 换一个。老龙恼怒闹老龙，龙更怒，龙恼龙怒龙。给点节奏，特别好。但是这个超难的。我不知道网友念的对不对无所谓，关键节奏有掌握。是的。哎，谁是评委？谁说对不对无所谓。教练不是。我是女教练，教练，很好，很好，太难了，好，单程，我的，专业，期待的，哇，我的这个跟大姐不太一样哦。